神啊，冇錯啊！你係咪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你個人嘅救主啊？好啦，咁咧就係因為你呢個嘅信仰咧，我哋就我哋以下咧，我哋就願意為你呢一個嘅為你所作嘅呢個嘅決定，亦都為你呢個信仰，我哋為你施行呢一個嘅禮，亦都讓聖靈進入你嘅生命嘅裏邊，重生咗你。使你成為上帝的兒女，鄧和弟兄，由於你在基督裏面的信仰，我們就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的名，從你施洗禮。主願意將這位弟兄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由今日開始，你就與他同在，求你這個的豐盛的生命進入他的生命的裏面，你醫治他的疾病，你幫助他，亦都是在他晚年的時候，求你在他旁邊作他隨時的幫助，願你自己親自的來到看顧你帶領他。我們感謝你，多謝你已經聽我在面的祈禱，受難我主耶穌基督的聖靈，阿門。好，我們再唱這首歡欣。